好，同学，那我们上课啦。那老师今天有事情，就由我来代课这样子。那我们今天上的第二堂课是，就是一些统计分析，还有一些描述性的图表，就是要画图。那这一堂课应该说前机器学习的前三堂课，主要都是讲一些程式语言，那让大家有些程式语言的概念。那至于要不要把程式语言学得很透彻，就是很会写程式，倒也不一定要学得很透彻。主要是后面的数学我们只要理解，如果数学好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想象后面的一些理解就会比较容易一点。那如果你程式有一个底子的话，可以辅助你如果数学不太好，它可以辅助你学习这个机器学习的一些理论。那这学期也上了机器学习，大部分都是一个近似解，那通常都是需要用电脑来帮你做计算的。我们不是用那个公式解啊，如果用公式解的话就是带公式就可以学，那我们这个学期都是用近似解，那我们都是用电脑来做完成的这样子。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一小节。那大家就是记得我们上一堂课都有范例档，那我们一样从这边下载。那读档的部分就大家应该都还蛮熟悉的，那大家就是去试着去读档。那我先贴一下。好，那接着我们下面，这大家就是我们下面就是有一些统计的一些叙述的东西。那这边常见的是我们，你们大家上过统计了吗？还没？有上过了吗？大一的，还没？那你们应该就会知道连续变相跟类别变相嘛。连续变相的话，它的阈值就是负无限大到正无限大，那我们就是用平均值还有一些标准差来看我们的这些连续变相的数值。那首先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第一个看到一个函数，我们上礼拜老师有教了，大概就是我们的如果英文字母后面有一个小刮弧的话，它就是一个函数。那这个看英文字大概就知道它就是一个平均值的一个函数的语法，那我们就可以去贴它的语法到我们的程式上面。有电脑的话，大家就可以先自己；有带笔电的话，大家就可以先自己去run这个程式。好，那就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平均值就可以算出来了。那后面就是标准差，那就是 standard deviation， 一样就是可以用这种方式去计算我们的标准差。那我们在这边 mean 跟标准差后面，或是下面的一些函数语法后面都有一个 na.rn， 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要把我们na 的值 missing value 的部分去除掉。如果有 na 的话，我们就会没办法计算。大家可以看一下，再看一下哦。吧，如果有 NA 的话它就没办法计算，所以如果你的资料里面有 NA 的话，要记得下这个参数它才可以 work。 好，那接着就是我们变异数还有平均中位数啊，还有一个百分位数的计算。那这个大家就看看，我们在记这些语法的话，大家就不用学写程式的话，不是用背语法的方式，我们就是要就是如果你有印象有这个语法，那你有印象之后在写程式的时候，我们就不用特别去记，然后你记得有这个语法的话，你就回到这个章节去 copy 一下，就是复制贴上，或者是你去 Google 也可以。我们在学写程式的话，基本上我也没有在记任何程式语言，就是只要记得我们有印象中你有做过这件事情，那我们就可以去在这个章节去找你要的语法，这样就可以了。写程式其实不用那么害怕。那接下来第六个跟第七个就是你找最小值跟最大值。那连续变相讲完之后，就是我们有一个类别变相嘛，类别变相我们就是可以去看我们是哪一个种类，哪一个类别，像男生女生就是属于类别变相。那我们可以用 table 的方式去看我们的男生女生的数量有多少。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女生有多少，男生有多少比这样子。那这个在你们在做 paper 在做研究的时候，这个都是蛮常会用到的东西。那接着我们如果我们在后面加，就是逗点后面再加一个 LVD， 就可以去看就是有病的人男生或女生的比例或是数量有多少。这个意思就是说，女生在没有病的人，女生有459个人；有病的话，女生有247个人。那男生的部分也是以此类推。那我们可以透过其他的方式，就是 PROP 点 table 这个语法的话，我们可以算出这个性别的比例。这样可以看到吗？这样就可以去算出男生有多少，女生有多少的百分比。那接着是我们可以用一样用就是也是用交叉列表的方式去看我们就是不同组的比例一下男生女生有多少比例这样子。那可以看到就是整个所有的比例，那去算这个比例大家在数学上应该蛮清楚的，就是去除以它的总 total 数，就是它的个数去总除以它总 total 数，就可以算出它的比例了。那在这个部分 proportion table 的部分，它有一个 parameter， 我们可以去看它一下，去观察一下。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去观察每个语法它出来的结果是不是你要的，或者是你在学写程式这个语法，就是你如果有未知的不了解的语法，你去执行看看，然后去观察一下它给你的结果是什么，然后去理解它。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跟这个没有下语法跟有下这个语法的话，一个是全部加起来是一嘛，那现在是如果这边下一的话，它的弱就是这两个相加会等于一，这样可以理解吗？那如果设二的话，我们就是它的 current 就是看它的。这样是有病的话，男生跟女生的百分比是分别的条件几率是有多少？这样可以吗？可以理解吗？那我们在写程式的话，就是去不断的去试一下，就是它的语法变化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然后去观察它最后的结果，那就可以有帮助你在学习写程式去理解它。那接着我们要来画图。那大家常见的统计图有一些长条图啊、和虚图，或是圆饼图，或是直方图。那首先我们第一个写的是直方图，只要写这种 hist 这个语法就可以去画出我们要的长条直方图这样子。那至于画图它里面的程式语言它的逻辑是什么，大家就不用特别去了解，我们只需要知道我们如果要画这个图的话，我们使用这个语法是这个就可以了。那也可以看到，就是如果是年龄越大，可以看到年龄的百分这个散那个分布空间。那可以看到20到40，它的区块分了四个区块，也就是说，它这边是20到25岁，然后这边是25到30岁，以此类推。那也可以看到，就是大概年龄这个这一笔这个 data 底下，大概60岁左右的分布区是最多的。那接着是我们的和虚图，那和虚图的语法就是 bar plot。那和虚图我们解释的话，这个就是我们的中位数，那这边大概就是我们的25% 跟 75% 的百分位数这样子。那我们可以去算它的 IQR， 大家知道 IQR 是什么吗？那可以去算出它的这个离群值。如果我们的有一些离群值的话，它会特别显示出来。可以看到哈，就是如果还有一些离群值的话，它会把它标示出来。那接着是我们的圆饼图，圆饼图的话，它就是需要用到 table 这个函数，如果没有用 table 的话，可能会画不出来。那可以看到，就是如果有 table 的这个圆饼图 ，stemmy 大概是20%。那我们只要透过这个语法，就可以去画出这个圆饼图。那接着是我们的长条图，我们也是用 bar plot。
那一样它也要搭配我们这个 table 的语法去做使用，这样大家可以 了解吗？那我们在画图啊，那我们可以就是把它就是把它画在同一个画布中，那我们可以去试着用这些语法去做。这个可以看到，如果我先把它清空，如果我现在执行这个，它其实是没有任何改变的，但是它其实是有执行这个语法，它这个语法其实就是产生一个新的画布。那这个 parameter 我们到时候再去理解它，我们去执行后面。那可以看到它就是先画在这个左上角这个区块，那我们再执行这个可需图，它就是画在右上角区块，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是产生一个2×2的一个栏位，在这个那个画布当中产生一个2×2的栏位，然后它的预序填的话是从左上到右上，然后再往下，先从弱开始填，再往下填，这样可以理解吗？那我们这样画完之后，它就可以产生像这样的一个图表，这样 OK。那接着，如果我们要把这个你要画的图表啊，要把它存出来，我们就是要透过两个语法，这中间跟上面是一样的，所以这里我们就只要加一个 PDF 的这个语法跟这个语法，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先在我们的电脑，就是你的资料夹中先产生一个 PDF 档案，但是它的档案大小它是一个零的档案大小，所以它并没有在还没去画在里面，它还没把它存出来，它只是先产生一个档案资料夹，然后一个新的画布。那接着我们再去执行这个语法，那这样子的意思是说，在这样的话我们执行它还是一个零的一个档案大小，是因为我们还没把它画出来，但是它已经执行了，他已经把这几个语法填在这个 PDF 档里面。那接着我们最后要使用这个是 def.off， 把它关起来，它就会把它存出来。这样就可以看到我们要的图画出来。但是要注意的是，如果你要把档案存出来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加这个 def.dev.off 这个语法在后面，要不然到时候会有你在画新的部分，它会重叠到同一个档案里面。我先给大家就是练习到这边，然后再跟大家讲解练习题要做什么。好，那我讲一下，我先讲一下大家读档的一些问题好了。大家可以看到，如果你有开 project 的话，你可以使用相对路径。大家知道相对路径吗？就是如果你现在这边有一个这个的 r.rproj 这个档，然后你这边是在这个的资料夹底下，你可以就是前面都不要打，就直接打你的档名，就可以读你的档。如果你不是开相就是 project 的话，你就要从你的电脑最原始的档案去执行你的档。假设我要读的是这个，假设它是一个 CSV 档，那你可以用你的内容，这边就有你的位置的档案的位置的部分，然后把它贴过来。但是大家注意的时候，我们这边是这个斜线，不是反斜线哦，所以大家在执行的时候要把它换掉。那这样的语法，这样的路径叫绝对路径，这样可以吗？那大家等一下去读档的时候，去看一下你是在 project 底下还是没有开 project。如果开 project 的话，你就直接是用相对路径就可以了。那接着我们练习题的部分，就是我们去用你可以看到我们原本前面都只能画核虚图，只能画一个核虚图嘛。那现在我们要画两个核虚图，然后是 LVD 这个档案这个栏位。然后试着改它的栏位，这样改它的 color 颜色。那我们就是要给大家提示，就是我们要用到 help 这个语法。那我们就是在 help 后面，括弧里面打 brush part 这个语法，
它这边就会给你显示它的一些说明文件，它的 document。那在执行在看 document 的时候，大家就不要去看它的说明参数的说明，这边都大家其实都看不太懂。那基本上也不会去看这边啦，我们只要去看最下面的 example， 去执行它的每一个语法，一行一行去贴，然后去看一下它给你的 return 结果是什么。那可以看到它这边就可以画出多个栏位，多个的核虚图。那大家就可以知道，就是这边就是用这个方式去做，然后这个也可以看得出来，这边是就放你要的 data。这样可以吗？就大家去试着去看这个说明文件的 example， 然后慢慢执行，然后把这个图给画出来。那给大家一些十分钟的时间来做这个练习题。那我再重新执行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语法。那可以看到这个，可以看到它相对应的位置嘛？我们这边 main。就是我们的 title 嘛，然后这边 x 的标示，它就是我们这边 xlab， 然后 ylab 就是这边，所以我们只要在我们这边去改成，我先贴后面，这样就是我们已经把我们要的部分已经填好了。那再来是我们的颜色的部分，我们颜色这边是一个红色、蓝色跟红色嘛。那我们这边只要改成，因为我们现在是两个颜色，所以我用 C 的部分 ，C 的这个函数来表示。那这边就是 blue， 然后 red， 这样就完成我们要画的图了。这样可以吗？那我们在这个我们在学程式的话，我们就是去观察，就是我从一开始讲的重点，就是我们去观察，就是别人写的或是这个范例语法他怎么做，然后去观察我们要的是什么，然后你就可以慢慢去理解，或是可以了解他这个参数到底是要做什么用的。那接着第二节，我们就是来画我们的散布图。我们就可以去观察一下它的一些趋势啊，或是它的关系。那这边就是放我们的 age 跟 rate 就是我们的心跳速率这样。那可以看到，大家如果有学生物学的话，就可以知道，就是我们的年龄越大，心跳速率应该是会慢慢下降。但是从这个图，你应该是看不出它的关系啊。你要从要画一个关系，画一个趋势线。才有办法。那趋势线等一下后面会慢慢讲解。那接着我们可以去改后面有一个 pitch 的一个参数 ，pch 这个参数，现在是一个空心的一个图。那如果我们设19 ，pch 等于19，我们这边变一个实心的黑色图。那我们可以试着去改一下它后面。变的时候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如果是20的话，这个图就会变小。那如果是21咧，那就变成一个圆的图。那也是跟刚刚是没有这个参数，它的预设值就是21。那如果改成22的话，它就会变成一个正方形。那如果你想要画什么图，老师的下面讲义就有一个对应表，你可以去看你想要什么样的图。然后去照这个表去设这个参数。那接着我们要画线。画线的话，就是要用到我们这个语法 line 这个语法。首先，我们就要给它一个 x 跟 y， 这个意思就是 x 坐标跟 y 坐标。那我们去试着画它，可以看到，如果是第一个这个位置的话，它就是我们的。这个是从这个象限，在画图的话，我们是从这个这边是一个圆点，大家要去理解一下，这边是一个圆点，所以它是从这边往右，这边是一，然后往上这边是二，所以这边是一二的位置，然后这边是
往右一点点是四，然后再往上是这边四和九，然后这边是七和六。那他试着把他这个点去连接起来，就可以画出这样的一个图。那我们可以试着去改它，如果把它改成八，它就会换。又或者是我们不要按照顺序把它改成三，它就会往回。这样可以看到吗？那如果我们是改这个部分，就是它这边是产生一个新的画布，那这个就去指定这个语法去指定你这个画布的大小要多少。那如果我们改成5的话，你就会发现它其实就超出原本的图，就会超出来，它这边就画不到。这样可以理解吗？好，那接着我们可以去产生一个用 sin 跟 cos 画一个圆。那我们先产生一个0到 1000， 然后去除以它100，一个 z 的值。大家可以看到它的 z 值是这样，它就是很密的一个点，很密的一个点。然后去经过 sin 跟 cos 函数，然后我们给它执行一下。好，那问一下大家，那有给大家一个加分，我们还没开始问问题嘛？那我们这个圆它的半径是多少？知道可以举手一下。你比较快，有没有？一。那后面有举手，应该也知道回答一吧？那就记得在我们记事本上填一啊，就是记得加一分。啊，如果没有举手的，不要自己填哦，大家互相检举一下。好，那接着我再问一个比较，为什么我们用 sin 跟 cos 就可以画出我们的圆？可以问一下大学部的，离高中比较近，应该比较知道为什么 sin 跟 cos 为什么可以画一个圆。知道可以举手一下。来，先，哦，我跟你叫过，那边那个同学。为什么可以画一个圆？就是因为一个圆的坐标就是 cosine， x 坐标就是 cosine， 然后 y 坐标。可以再讲细一点吗？啊，就是我们都知道它 sin 跟 cosine 可以画圆啊，就是一样，我知道。它的定义是什么？那要不要加0.5好了？那这个同学。就是 cosine 平方加 sin 平方，所以在单位圆上的。这样会不会太难理解啊？我们是不是 sin 跟 sin 跟 cos 不是也是加 0.5 啦，那后面都加 0.5 好了。那我们就讲一下，我们这 sin 跟 cos 不是一个这边画一个三角形，一个直角，那这边不是 sin 是一个对角关系吗？那它这边不是就代表它的 y 坐标吗？那 cos 的话不是就是它的顶边，那不是就可以算出它的 x 跟 y 坐标吗？那它的定义是这样嘛，对不对？那如果我们透过很密的点，然后把它连起来，就可以画我们这个圆。大家可以就是画圆就是用这个方式去画。那可以去理解一下，就是它的数学。那可能之后可以画比较大的圆啊，不一定要是半径一的。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语法来做。那接着我们要讲的一个 ln 这个函数。这个 ln 函数就是一个线性回归，那我们就去看一下这个 data age 跟 rate 一个线性回归的一个统计。那我执行一下，那可以看到我们就是 ln 这个 print 出来它的 model， 这是它的截距，然后这是 x 系数。那再给大家一个加分的机会啊，这个 0.10 这个系数要怎么解释这个统计？会的可以举手一下。啊，学长学过统计，看起来比较厉害。那学长来回答一下。就是可以想象，它这个 coefficient 的这条方程式就是 y 等于0.1021x 加
87.93131，所以 x 没上升 ，y 就会上升0.1021。对对对，那记得加一分哦。就是 x 代表是它的系数嘛，也就是说我们的是 x 是年龄，所以每增加一岁，它的心跳速率就会增加0.10，这样可以理解哦。那我们这我们可以去，我看一下。那我们就是把这个，把它的截距跟系数写成一个方程式，这样写，然后去把它画出来。这边可以看得懂吗？这样就可以画出它一个趋势线或者是回归线，这样子。那我可以解释一下，我们在这个画布当中啊，这边是20到100。那可是我们这边是10到150，也就是说它其实在这边这一条线其实不是无限延伸的，它是在这个十的地方画一个点，然后带入这个方程式里面，然后这边就产生一个点，然后在150的地方也产生一个点，然后把它连起来，那这样看起来就有一个无限延伸的一个效果。那它其实是一个有限的一条线啊，那我们就可以用透过这个方式去画出它的趋势线。那当然我们可以利用这边还有一个函数叫 ABLINE 这样子，我们可以用它这个方法画，但是不建议就是大家去记那么多语法，去了解一下，就是在记语法的话，这样是记一个少的一个语法，然后可以画做更多的事情。那你如果只有记这个的话，你就只能这个语法就只能画这个趋势线，那就是我相信大家也不太想要记得任何太多东西。我再清空一下，这样也可以画出这个趋势线。那接着我们在 model 的地方，我们给它，大家知道 class 这个语法是什么吗？这个 class 就是查询它的一个 type， 它的变数的一个属性是什么。那可以知道这个 model 的变数这个属性是有个 ln 的一个的资料形式。那我们可以利用 ls 去看这个 model 里面的物件有什么东西。那可以看到这个 model 里面有很多物件，那我们可以透过前置的符号去呼叫它，像这样就可以把我们的 coefficient 给取出来，就跟我们之前上一节课老师教 data， 在这边加一个前置号，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栏位给取出来，意思是一样的。那接着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 coefficient 给取出来，好，我先执行一下。那这样子我们就把我们的 coefficient 存在这个变数当中。那接着我们就是透过用 coefficient 这个方式，用变数的方式，就是不是写死，在程式上我们这样自由度会比较高。如果你下次有产生一个新的一个回归或者是新的资料，我们就不用去改这个语法。意思是说，我们原本是这样写嘛，原本是这样写，这样是写死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换一个新的 data， 你就要去改这个数字。那在写程式的话，它的自由度就不高。那如果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因为这个变数是你自己命名的嘛，你设一样的名称，它就自动，如果产生一个新的 data 或者新的一个回归系数的话，它就可以存在这个变数当中。那这样的话，你的在写程式的话，你的自由度会比较高。那我一样把它去掉，一样可以画出一个趋势线或者是回归线。那接着我们再接着我们要再加教一些一些语法，那也是画图的语法。这样的语法就是我们在一个画布当中画点上一些字，看你要是什么字都可以。那这边是 ABCD， 然后还有它的位置，就是这些位置 ABC 的位置，把它在这个图当中画出来，这样可以理解哦。那接着我们也可以画一些就是图，
就是前面刚才讲的一些那个那个对应表的上面的这些图，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方式，那就可以换成这样的，就是如果你要画点、画圆形或什么的，就是我们在 paper 上你常常看到一些三角形啊或者圆圈，都是大概可以这样画。那再来是我们的一些 legend， 就是图表说明。那一样，这个意思，这一个 legend 就是在这边。那这边是选它的位置，位置的地方，这个 legend 的位置。那这边就是男生跟女生，那男生跟女生所代表颜色，那它的 PCH 分别是用哪个图的图示。那 BG 的话就是它的背光的 color， 它就是花，就是灰色。那接着就是第二个，就是它这个，你可以有些我们可以画一些图示所代表的意义。那就是用 legend 这个函数去画。那接着我们也可以画我们多边形，用 polygon 的方式。也可以画出一个多边形，这样可以理解吗？好，那接着我们就是练习二部分啊。我们要画我们的男生跟女生那个 bar plot。那我们要在这个图当中加上这个标题，还有在这个字这个图当中加上它的这个男生比男生的数量跟女生的数量。那我们去查这个 bar plot 的语法里面去查，它其实就是这个参数里面是没办法直接加这个图的，所以我们要用前面的一个方式去在这个图中加上这个笔数，在这个圆饼图当中，这样可以理解齁。那给大家十分钟的时间。好，那我执行这个程式语法，那我们就是一样就可以画出这样，目前可以画出这样。那我们要加上我们的男生数量跟女生数量，我们就是从前面，我们应该大家知道应该是用这个语法，用画上这个 test 这个语法。那这个是这个 T 是我们的文字字串，所以我们就是去2172在这里。那 X 跟 Y 就是坐标嘛，我们先用0去试试看。那可以看到它0的位置在这里，那我们就是不断去尝试。这边往右一点点，0.1，那这边是0.2，去看看它的位置。哦，慢慢它就往上了嘛，就可以感觉像是我们要的。那我们可以试0.2跟0.3，那它就会往这边走了。2172这个字串就往这边了。那我们 color 颜色部分，我们就是 col， 然后 white。这样就可以把我们的字改成白色。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最后的答案，这边是写0.1跟0.3。然后我们执行一下，我重新执行。那这样就是我们要的图，所以就是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就是没办法马上就达到我们要的，但是我们要不断的去尝试，去试我们的语法，然后慢慢接近到你要的结果。就是除了画图之外，如果之后你们有写程式，做一些资料清洗啊，或者资料的一些处理，就是要尝试，然后去观察一下你的结果是不是跟你想象的是不是一样的。那在这边有个 FONT 这个语法，它是指让你的字体加粗。这样可以齁。那我们练习题就到这边。那接着我们要来看我们一些条件的描述统计。那我们常常在 paper 上或者是在做研究的时候，我们就要去看我们有如果分组，我们常常看分组情况下我们的年龄啊或是男生女生有多少。那我们可以试着用这个语法，我们可以先看如果有 LVD 的这个疾病，它这一组男生年龄是多少，平均年龄是多少，
那我们可以试着用这个语法。那同样的，我们可以在可以看我们 Ctrl， 那就是 LVD 是零的，我们可以用这样语法，就是把一改成零，这样可以吗？那大家知道我们为什么要用 percent 吗？不是用等于等于。OK， 那大家知道可以举手，给大家加分一下。percent 跟 percent 跟等于等于有什么差别？这边。区间里面最大的差别是什么？你可能回答不太对了。那边先。等于等于是什么？最大差别其实也都加0.5啦。那有知道吗？那个。都加0.5，我来讲好了。在这边我们等于等于跟 percent 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 true 或 false。那如果是就是在这个资料里面是一的，那如果是等于等于的话嘞，最大的差别是它有如果 NA， 它还是会显示出来，它没有要比较 NA， 有 missing value 的部分。也就是说，我们在如果我们用这个语法，这边是等于等于嘛，那上面是 percent 与 percent， 那可是我们出来的结果会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为什么？我们刚才讲 percent 在讲有 NA 的话 ，min 没办法执行，那为什么？这边等于等于可以执行，如果用等于等于的话，我刚才前面有讲到过，大家如果有记得，要不要举手发表一下？听得懂我问题吗？我们刚才前面讲，如果是命，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要计算吗？要等于等于，这边是 NA 嘛？可是为什么它出来可以有也有一样有结果，然后答案是一样的？因为那个 NA 点 RM 那条语法把那个 NA 值删掉了。对，没有错。我们后面这边有一个 NA 点 RM， 这样可以吗？就是这个就会变我们习惯，就是预设。如果你在算命的时候，我们就习惯加这个语法 NA 点 RM 这个参数等于处。那这样子，如果你用等于等于的话，你之后再使用再写程式的话，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在，这样可以吗？你就可以检查出有这个问题。那同样的，我们在 paper 上啊，或者是在做研究的时候，我们习惯用 min 然后加减标准差，把这个结果呈现出来。那我们可以试着用这个 paste， 这两个都可以用。那我们试着把它执行一下，那这样就是我们常在 paper 上会常看到的一个表示方式。那大家注意一下，如果是数字的话，它这边没有上下引号，就是它没有那个 mark。那如果是字串的话，它这边就会有一个点在这边，它就把它转成一个字串的一个资料格式。那我们就是这边先 min， 先算出 LVD 的平均值，然后逗点，然后加减符号，然后再一个逗点，然后标准差，这样可以吗？那但是这样子是不是太长了？我们是不是要取到某一个位数？那我们会使用一个叫 format 一个语法。那我先执行一下，这样子我们就把它我们的资料，就是把这一个平均值取到小数点第三位。那我先重新
试着用别的数字。我们是取到小数第三位嘛？那如果我们是1.238，然后再一个位数，这样子就是四舍五入的意思。它就是大于五四的话，那如果小于四的话，它就是舍去。这样可以吗？那一样，这个 format C， 它一样会把我们的数字转成一个字串的一个资料形式。那大家如果有学过 round 的 round， 我们是用假设我们是 1.2， 然后后面如果我们不给它参数，它直接取整数，然后四舍五入这样子。但如果我们给它指定到小数第三位，它一样，它会把它就跟 format 的不一样，它只会去把后面零的部分给去掉。如果使用 round 的部分，要大家注意一下。好，那后面的话也像就是我们的标准差，把它变成取小数第三位。那我们要把每个把我们的平均值跟标准差都取小数第三位，那我们就得到一个比较漂亮的一个比较好看的一个的那个平均值跟标准差的一个表示方式。那接着我们就要画这个练习题，我们就是要取我们 LVD， 有病跟没病，然后它在这个和虚图，也有长条图或者是直方图去画这个图。那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先用 bar， 你要用到的就是 bar 的函数，然后我们要在这边加上一些料，就是它的字，就是跟前面刚才很像，然后还要画这个线。这样可以理解吗？那这个比较困难一点，我们给大家20分钟的时间。那我们分两个阶段来讲解。那给大家20分钟的时间。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第一阶段要先把我们的底图，就是我们的直方图、长条图的部分，先给画出来嘛。那我们可以先去后面，可以先试着是用这个我们前面刚才讲的 bar。table 去观察一下我们要怎么画这个图。那我们可以看到它长得是这样的一个长条图嘛。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先观察一下我们这个 table 它的资料形式是什么。我先存在一个变数当中。好，我先把它存在变数当中。那我们可以看我们 TTT。也是一样，是这样的东西。那我们试着去改一下它里面的参数。我们在变数当中后面加一个中括号，是一个索引的符号的概念，就是位置。那我们选第一个位置，那我们先把它改成300试试看。好，那我们再看一下 TTT， 这样我们就把原本的 NonAmy 改成300。那我们来试着用 bar 去画这个 TTT， 这样子它是不是图就变了？那也就是说，它这个 bar 就是一串数字，然后它去画这个图，所以我们就是用 c 这个函数，然后 n0 跟 n1。然后上面是我们刚才画的嘛，算它的平均值跟标准差。那我们去画这个图，这样是不是就蛮像我们要的了？那我们可以试着去，大家可以先贴到这一串，先把其他的部分，就底图的部分、bar 的部分给画出来。那这样子就可以画，就有点接近我们要的东西。那接着大家就是去把这个字啊，还有它的线这边的标准误差线的部分给画出来，那就是刚才跟前面提到的，就是我们 test 跟 line 画线的部分，把它试着去找它的位置给画出来这样子。那我们接着就是把后面的线给画出来嘛，那其实跟前面意思是一样的，我就试着贴 T
贴这个给大家看看。那我们就是执行这个，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线给画出来。那一样的，大家就去试一下，就是其他线一样透过这样的方式去找它的 X 坐标跟 Y 坐标，把自己最合适的地方给试出来。那后面我就不带大家做一次了。那接着我们要讲的第五节，就是我们要去改我们的色彩透明度的函数。大家看这个图啊，哪一个地方是比较密或是比较稀疏的？其实看不出来嘛，是这边密还是这边密，所以这样看不出来。那我们可以试着去改它的，原本它是实心图，实心图嘛，那我们可以改成空心图。这样原本是实心嘛，那我们把它改成空心，大概可以看得出来是在这边比较密集度比较高，但是这样其实还是看不太出来是这一个区块比较密还是这个区块比较密。那我们可以透过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去改它的透明度。那我们就要介绍一下，我们在做程式上有一个色码，那我们就是一个井字号，那前面两码代表是红色，接着是00这个第三跟第四个位置是代表绿色，第五跟第六个位置代表蓝色，这样子代表是它这个程式的一个色码。那 FF 代表00，这样子是一个红色的一个色码。那我们是2525，我们的颜色的，在大家用 PP 用那个 PowerPoint 的时候，我们最大的一个色，那个我们在调颜色的时候，最大是一个256或255的一个数字。那这样意思是指 FF。那我这边可以问一个，就是跟程式一个没有不太相关的一个问题啦。为什么我们是用红绿蓝可以代表，就可以拼出我们所有的颜色？大家有没有，如果学生物的应该会比较知道。那个刚才一开始后面，对，这个回答没有错啊，就是我们的人的视锥细胞只有三个受体，只看得到红绿蓝。那如果你是瞎子的话，可能就五个视锥细胞，它可能可以看到比较多颜色。那如果后面有举手的都可以加一分哦，大家去试一下，就大家再去那个记事本填一下。那如果我们如果后面有再加两个码的话，代表的是透明度。那我们这边是指 FF， 代表我先执行一下这个。可以看到这边都是红色，但是我们这边改成不一样的透明度，那它 的表示就会不一样。那 FF 代表是全满，就是透明度是没有完全透明。那80/80的话代表是一半透明。那这个是别的颜色的色码。哦，我在这边试一下。我们在原本的这个散布图当中，我们去试一下。如果是这样，代表它还是红色。这样代表是红色。那如果我们是用改成80的话，它会有点透明，它半透明，这样有稍微好一点。但是如果两个红点重叠的话，它不代表就是一个全透明嘛，但所以它可能还是不太容易看得出来。那我们可以试着再把这个透明度降低，那我们可以试着改成10。哦，可以，这样可以看得出来，它慢慢这边的密集程度是比较高的。那我们一样可以再把它调低一点，把它调成05。那这样可以看得更明显。好，那这样子大家对透明度，就是如果有使用到我们的透明度，它的位置是在后面再加上两码，原本是六码，这边就变成八码。那
我们除了用这样的方式，就是用 plot 的方式，我们还有一个 smooth scatter 的一个语法，我们可以画得更好。那它的语法里面的细节就是比较复杂，那它所使用的颜色就是由深到浅，它用不同的颜色的方式来呈现，那可以看得出来它的密集程度是在这个区块比较密集，这样可以吗？那我也不建议大家多背一个程式语言啊，就是大家多使用，就用最基本的一个方式来去编写程式，这样可能记的东西比较少。那如果我们在 Google 上啊，我们如果查 R scatter 那个散布图这个 plot， 那我们可能可以看到这个图看起来蛮不错的。那越密集的程度，它的代表颜色越深嘛。那这样的方式可能比较好呈现我们所想要的。那我们如果点开来，可以看到它有一个说明文件，它是说这是跟我们原本的图是一样的嘛。如果用黑色，它看不出它的密集程度。那它这边就有讲到，这边用的有一篇 paper 画的这个图看起来很棒。那就有人去讲解这个，去帮他回答他的语法。那我们是试着去贴看这个语法，它出来会长什么样子。那可以看到我们一样可以画出来嘛，我们去贴它的语法，我们可以画出一模一样的图。那接着我们的练习题啊，这边大家直接从这边去可以贴就可以了。那我们就试着用它的语法，然后把它改成我们的 data 上，改在我们的 data 上。那我们就是看年龄跟心跳速率在这个图长得去把它实现出来。那再给大家十分钟的时间，给大家一两分钟的时间好了，时间关系。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产生这边的它的语法是这边它是产生一个乱数随机的数，然后产生一个 data frame， 然后这边的语法中间的语法其实它是在做一个颜色的一个处理。那这边其实我也不是很了解，但是我可以知道我们只要把我们的 input data 改成我们的资料，它就可以画我们要的图，像这样。好，这样是不是就改成我们要的？然后剩下就是把这些 S1 跟 S2 X 坐标跟 Y 坐标的名称改掉，这样就可以了。那这堂课我们就上到这边。那这堂课主要是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的程式语言，就是要透过不断的观察跟去试，然后就可以理解我们的程式语言到底是怎么运作的。那我们就上到这边。